来，白龙水，个手开始剪了哦。哦，这个底沙搓完之后，哦，这边锥杖搓完，伊安尼哦，买来只，我只要甲伊挑高，挑高之后，哦，这一块刚刚有里面有那一只怪东西，要把它垫在下面，只要给它一撮蒲的腾空哦，让它下面可以底栖的东西可以跑哦啊，所以我们会拿一些里面没有用的活石哦，像这个下来垫，哦，这个。没有用的下来垫，哎，这贴在这这条有效的，哦，这小颗拿出来了，啊，搁后边迄原底要冻一种过滤的有无？这个要拿起来，让鱼可以在后面，哦，尽情的游动。哦，这拍杀。一颗，哦，哎呦，恁遐起来用着，歹势，这用的明仔载唔知，搁会带扬尘起来无？我刚以为伊咧翻沙哦，因为我刚这沙嘛是都爱冰的，唔知海水刚连沙哦，你愈无冰，愈无冰哦，愈紧出代志。哎呦，这有一个垃圾鬼哦，这啥事啊？这是垃圾鬼的啥小？那是啊，黑了啦，虾子脱壳的啦，哦，好，安尼，好，我像这啊，遐像弄个卡拉沙，所以我是觉得后面要开始干净，弄干净啊，这个要挑高，这个垫下去，哦，那个座椎下面开始来哦。啊，这没事是不要去动啊，但是我是刚刚在修啊，爱个挡着，你知道？哦，这个先拿起来，哦，这个等一下要放下面的，哦，反正我这里底这鱼已经最用了，会使了。但是，我下骹要给伊抓一弯，啊，伊这算下骹伊只都一只这物件无？我底下只用这个要拿起来，哦。拿起来，又一发动全身，好，无要紧，这个再拿掉。我这是无代志，卖去动啊。但是，我感觉为了海水缸它长的长久之计哦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要该更动也是要更动一些，哦，跟它拼了。那这一块。就多开一只呢，靠腰，还蛮歹的，还是安尼就好。这个部分，我想要甲挑高了。你这地怎么搁挑在遮？这地，这规拢爱沙起来，后边唔知倒去无？嗯，还好。哎，袂倒，水 ，OK。我这个，我们先。放到旁边去，哦，这白龙水手搁开始咧震啊，哦，好，这地只重是要放倒，靠腰啊，先暂时放着。哦，先放咧，好 ，OK， 哦，先，那放咧嘛水呢，哦。啊，才要挑高起来，因为海参较多，伊要下骹翻沙。好，然后这个我们就是要提高，哦，扭起来，哦，扭起来之后，这个要埋进去。哦，这就快用了。啊，要紧，我先沙咧，啊，先沙咧边啊，倒嘛袂起。啊，只只咧放沙，下几下咧放沙。哦，这两个人刚爆掉了，才外好诶。好，不管你们先拿着。哇，我就够重诶。啊，软体老诶。哦，我手够酸诶。那边的底沙顺便洗一洗好了。我先移开，顺便洗一洗。较早诶。哦，完全无底坑。
啊，无先放安尼。啊，哦，够重个啦。哦，这无人斗完全无法度。啊，啊，伊才阁冻伫遐，身体拢没有挡在那里。一百日子呢？这个行身体又没得走哎！哦，一百日子呢？行个走好，一百走也好，好行，先这样。遐地沙的洗洗，伤垃圾味。一百日子呢？来。一百日子呢？竖不起来。嗨。嗯。是靠腰你啦。竖出来，今天一百的是哪？100，come let's go baby， 一百的是哪？哦，这个穿这短衫真正。这算白龙雪第一届哦，拢袂累，乖得啊！哦，这届算超级大翻工哦，唔知因爱个倒工哦。但是我这么学起来，我这么离水甲关闭啊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来做这个工程了哦。这部分的工程良田哦，你知道？啊，因为这只先生爱伫下骹无，先生爱下骹，你都爱伫下骹，安尼，就是接触面积下面要接触的非常少。好，我这摆抓起来了，关键搁甲放一个去，安尼，对，对，这个就是我要的。好，安尼，啊，再这么搁用一支，甲冻掉就好了。这个更动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浩劫哦。你知道现在还有浩劫好笑哦，浩劫残阳，哎呦，浩劫残阳呢，好水，这样呢，我就是要这样啊，但是这要采哦，采哦正采好吼，这无好采哦，因为这只很重。我挖个冰冰一下。哦，我真啊真啊真啊假啊我。我今仔真假啊！哇，我给你这是疗愈，这个是海水缸的必经过程啊！安尼啊！安尼啊！对，就这样。啊，鱼啊，可以当多啊整，钓了呀，欢迎啊！
欢迎啊，安尼才有生一个鱼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下骹我是感觉爱用这白白较水，哦，用白白把它撑住，所以马上来改善。下面我是觉得用这一块，这一块撑住感觉会比较好。哎、欸，我这选较水哦，较一体成型。哎、欸，所以那一块我们要把它拿掉。它比较小只鱼，它就可以在那边翻动，记得。好，然后这一颗，我是觉得这一颗再放里面。这颗，这个刚好就这样，有那个，迄个地沟机在啃的，安尼无？嘿，安尼好，哦，安真水，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有一种美感，你知道？稍微搁贴啊悬一挂挂，大概再垫高一点点，让它下面有这个感觉。这软体型沙罩，我想这届唔知个会，规个举起来哦。反正举起来，举起来，唔第一届，还没第一届咧举。这就是算，要做海水缸达人，爱去做代志。这个部分，这个要撑高。这个部分，我们把它撑高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撑高，那撑高它不稳，没稳，怎么办呢？我活的手快断了，愈用愈死，那我要让伊安尼。拢开咧有无？啊，一弯伫遐，无一弯入来好啊。啊嘛还好，安尼好安尼好，这样好，我知啊。好，好啦，找到黄金比例啦，还没。视觉落差，再进去一点点，这个翘翘，这个这样会滑走，哦，死鬼，安尼，好。来，刚好跪在那里，跪不掉，再进去，哦，跪掉了，掉了，但是好像会滑走的感觉哦。我安尼伊的鱼胶，它就是会整个空间感较立体。我就是管顶遐哦，我无爱回想下骹，无爱回迄个，我要互有一个翻沙的迄种物件。安尼会使，啊，这个后景再进去一点点，好好安尼，啊下骹吼，
用买一挂底沙落去做避震，哦，沙子它也可以防滑。反正我已经不管下骹摆点摆点虫的啥事了，好 ，OK 了。调整这样可以啊，这躲了这个直接就把它杀起来，然后这个拿上软体拿上去放着，这把软体要凉的，软体都上去，记得直接这个后来要粘住。那这种饲料就有杀出来了，小颗盒就不要了，拿出来。这个更直接。这个都行。这关键是先插的，这个先放这样好了。这个阳尘干那真正好笑啊，真正。然后这个先不管它。好，然后。这一块哦，鸡排是从这边跨过去了，对啊，放下这边垮了，所以这就是啊。算，安尼算失败了，毋知因为正常的、正常的这个你要放在上面，一定要放掉的，袂当互伊会伫遐摇来摇去的。无紧啊，反正我已经不管什么扬尘无扬尘啊。这条软圆骨的鱼仔就敢用尔，好 ，OK， 这个小块的我感觉要杀起来，这要来做一下另外的造型的，哦，小块造型，太早了，法克，我讲所以这种我好加在交音器无去攻破的，讲去攻破的无，所以这细地吼，我讲这细地不然我无呀，你娘的臭鸡巴！妈的，手机差点掉下去！这真的这都莫手震，你知道？这嘛手震哦，哦，这只咧动啊，，这只咧抓起来训了，哦，啊不会了，我见这个先摆了就好了，
石头有点太多了。这碗我敢放这足危险的。你娘的，真正要！那个胶温棒差点去敲破呢。这放这，放这，放这。嘿，安尼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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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护胶温棒，嘿，安尼，安尼就袂啊。我是无互鱼仔夹着啊，但是下骹尽量无互迄条哩。我看这沙卡。这三个定连了，三个连一寡物件。哇！因为这个吼，也不是说，咩讲，石头不是多就是好了，这块鸡排我。